来啦，因观众要求说那台水泥灰，那、啊、水泥灰我们就大概带过，最主要就是颜色不一样、哦、快速赏车，因为白龙雪讲话要没声音，我来讲哦，这台水泥灰，来同学们仔细看，它不是一般水泥灰，你仔细看侧面，它是稍微有那个紫衣哦，伊这是真正我讲这個，哎、欸，但我感觉伊鸟仔教出这种色足厉害呢，因为你唔好看我考察我还要用啊，哎、欸，伊这真正水泥灰佫教出这个物件真厉害，嗯，哦，伊内底佫迄个啥，那是迄种金粉，你甘知？所以因公司考察的比别人叫帮手发现，但是我讲这哦，这种车。你若以我目前感觉，外口调色稍微可能调不出来，不，这可能你若是啥原厂来讲的时候，吼、哦，这个部分啊，但是选种是感觉较贵，唔免嘛，所以这含这是同款嘛，对，不加价。安尼，我讲这真正有不离辣手。好，我们大概就是哦，因为那一台哦，不离辣手的那个美女这一台，我们有去拍过了，很详细啊。这台人中大概来分享一下，欸水泥灰的、哦、然后里面有带那个紫衣的部分哦，伊的部分，我们也是全市的一样哦，拍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就是内装无同，外口无同色尔，啊内装可能小看一挂饰条无同哦。这个几分钟赏车的部分，我们等下拍得非常的完美。哇、哦，后边这光柱型的迄种 LED 哦，非常之水。啊，佮后边，伊、欸、贯穿式尾灯打灯啊，敢会到？伊是第三刹车灯会到尔嘛？我甲看这应该是干那反光尔，刚刚有可能第三刹车灯会倒。那我安尼嘛，我安着贯穿式尾灯是目前是干那迄个啥灯光反射啦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这位迄个啥档诶，我咧甲资源我咧拍摄，真正非常之赞哦，甲阮大掌声鼓励鼓励。哦，诶，这些来讲，头先看还好，愈看愈水吼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讲这些的销售目前是 number one 诶哦。哎、欸，是这样奇怪呢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啊，内底就那里面的饰板的部分哦，就是都跟哦，另外那个那个啥香槟，你讲是什么香槟金啊？什么什么璀璨金？哦，一样的哦，跟璀璨金全部内底用一模一样。所以你如果说要看这台车的里面的部分哦，你就是去看另外那个影片啊。我们大概就是哦，分享一下。我刚好纳智捷现在空间呢，你若卖改动作是一台。汽油车、哦、你光看里面的那些摄像镜，你会以为它是一台电动车。欸、我冒昧问一下，伊这有法度像人迄友军安尼 stand by 起哩，迄什么，迄什么哨兵模式哦？无法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物件恁公司中红星佬看的时候哦，我建议你去后壁做一个备用的电力，你甘知？哨兵模式，搁另外一台巴底哩，你若当安尼骑这台车，绝对变成天下无敌。有影、哦，有影。所以你讲这白龙雪这 DIY， 你莫讲我，哎、欸，怎么你介绍车？哎、欸，这个物件你也想，你也讲，哎、欸，要不要选配哨兵模式？加车两万块，马爹你去线组完，怎啊做好势哦？干那关的哨兵模式，唔是食本身的马爹你哦，佫互伊食只五六点钟，伊迄食电足省的哦。嘿，安尼骑这台车真正，骑真正不离拉是无敌。凡是人边啊哦，警方咧办案讲，哎、欸。阿婆啊，伊的迄个啥背包叫老乡捡无有无？阿婆啊嘛唔知讲到底有早出门无？结果啊，甲照迄个纳智捷车调出来无啦。迄、那个阿婆啊，伊讲伊确定无甲伊的彩票等伫遐，对不对？安尼想就破案啦。好，大家就这样吼、哦，很轻松的吼，帮、哦、雪分享这台车吼、哦，它的那个非常漂亮外观给大家。谢谢收看，给他赞啊！我来抓一个非常帅的封面。欸，我这车头是做啊真水嘞，真水啊！哎呀、啊，有迄电动未来电动车个，看看等伊啦，哦，看等，记得安怎订阅收看白龙雪地下教室，买车对买，嘉义，好，嘉义的纳智捷真的对白龙雪很友善，谢谢大家，再来拜拜。大王卡车在哪里买？影片网址点进去，输入折扣码，东西非常多，干了赞你啊！我们大概示范一下，汽车烤漆，你用硬化机照你的板。空压机的，哇，你看是不是喷出来？是不是很好喷？哇哇，教学影片在这边，下单我一支纸盘龙血，谢谢。